谢如英公主，你准备的茶也真好喝。但你有没有觉得桌上空空的，好像少了什么？对，好像有甜点配茶，对不对？我来教你做一个法式甜点马卡龙。好啊，那么赶快开始吧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的是马卡龙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倒入杏仁粉和糖粉，过筛，可以用汤匙协助。清碗倒入蛋白，搅拌器打发，倒入细砂糖，继续打发。第二次加砂糖，然后再继续打发。我现在教你怎么分为蛋白霜打好了，就是你把它拉起来，然后会这样有勾勾状。一二步倒在一起，轻轻搅拌混合。加入喜欢的颜色，倒进挤花袋，剪开口，挤出圆形，放进烤箱，160度烤12分钟，最后巧克力米装饰。这就是我们刚刚做好的马卡龙。那你有没有发现有什么小小的不一样？好像这个是爱心。对，我做了一个爱心的许许。那我觉得你一定要先把我送给你的爱心吃掉。我很喜欢我们今天做的马卡龙。真的吗？尤其是姐姐做给我的爱心马卡龙。好啦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吧，拜拜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追踪我们的频道，也要按赞分享还有开启小铃铛，并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想要看我做什么哦。